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洋房。小美，我比较中意洋房。小美比较喜欢洋房，她说自己买不起，租一套住住看。是啊，然后这边光线会好很多。这个五楼的光线就好很多。再参观一下，这个是客厅。感觉跟我们家风格有点像。这客厅。餐厅，这个餐厅就舒服好多了。啊，这是中式的嘛？厨房，这是一个次卧带阳台的，看一下主卧。主卧，它都是这种酒店的风格，中式风格。啊，柜子，主卧的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就大很多。这里还有一个次卧，喜欢吗？这里？挺喜欢的。这里可以直达海边，那个白色建筑后面就是海边，我们去看海边。我们到海边去看一下，要不要去？要。去哪里？海边。要去海边啊？那我们现在出发好不好？我们刚刚看的就是这一栋，然后往这边来有个好大的滑滑梯。小雀他老是往滑滑梯那里跑了。小雀去哪里啊？啊，去哪里？去哪里吗？好大滑滑梯啊！有这个，有这个啊！你要看吗？啊，我这里去嘛，这里嘛，来这里去嘛，来，这里有条小路啦，对，走上去了，爸爸帮你啊！啊，你去玩滑滑梯吧，跟爸爸拜拜。怎么了？要爸爸来陪你啊？哦，还有跷跷板呢，哇，这好，哎，这里好。哇，这里好，这个地方。哇，荡秋千，妈妈去荡一下。哇，我们玩跷跷板了，来，喜欢这里吗？看见，坐稳了吗？妈妈在那里，你好，小心点嘞。你不要玩那种危险项目。这又不危险。怎么不危险啦？不要玩那个。刚跟我们看的那套3000包物业，我觉得还挺划算的哈。是。要不就订这一套，看一套爱一套。真的吗？你26楼都不爱了？怎么了？滑下来。啊，滑下来了。啊，你再滑个给爸爸看一下。这个滑滑梯还挺新的，挺厚实的。小孩子就爱这种地方，来吧，你滑吧。哇，小雀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啊，那我们就订这套吧，这套小孩子来玩方便点。你要玩哪个啊？哦，玩这个跷跷板呀。你坐那个矮的哦，这里有个矮的。对，坐好了吗？那爸爸也上来了，坐稳哈。哇，这个可以好高啊，这个好玩。哇塞，哇塞，都会说。要怎么进？等一下我们来玩好不好？我们先去海边。我们去看看海边好不好？等一下下雨了。好漂亮哦，这个海水好蓝好蓝。要买哪个啊？你要买个这个回去啊。这个放大不行啊。下来吧，他都抓不走了。你要玩哪个嘛？下来吧，我们。笑。就被你抓的，你自己来看一下，痛不痛？你给爸爸吹一下了没有？跟爸爸说对不起。吹不起。你看着爸爸说，小七。你说爸爸对不起，你这个道歉没有一点诚意啊你啊！他不看你，爸爸对不起，我去玩了，真的，一片都是红的，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已经到海边了，好多人在赶海，看到没有？这还可以赶海，然后那外面那里好漂亮。而我们住的地方呢，就在那一栋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小洋房，出来这么近，我发现。这地方越来越好了。
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喜欢了。这是一片滩涂，这个地方赶海，好多人在赶海。前面真的有点像涠洲岛的感觉。那个海，我觉得那个海好干净。我们去看一下海。好干净。爸爸妈妈现在不管你了。你来吧。这里也好多人赶海。是的。现在我们两个在浪漫着下去，他在后面坐死的追我们，笑死我了。太舒服了。小不点啊，快来啊、哦！拜拜。现在你一起走好不好？妈妈帮你拿着好不好？妈妈走。走。这下面都好多虾，好多那种海鲜嘞。就走到海边啊，确实挺舒服的，有点远。好辽阔啊，这地方。小雀我们这样好吗？你也一个人又蹲在那里了。这是个房车基地，看到没有？那后面骑车后面、哦、露营基地。我们住的地方呢很大。等等我，你快来吧，跑过来。好多蛏子，是蛏子。没有，它这种是蜕壳了的。好多蜕壳了的。对，这地方我好喜欢，这种空旷的感觉，心情好的不得了。呀，小姐，他来呀，我们两个玩吧，快来！你看你女儿，不理我们了。啊！这地方可以待一天，一个人坐一天都特别舒服。一、二、三，要！还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这一刻我真的感觉太幸福了，老肖，我爱你。朋友，你们看，好多蛏子啊，这全是蛏子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抓得到吗？它蜕壳了哈，好多蛏子。哇，这个海，碧蓝碧蓝的。这海它感觉太好了，真的，我太喜欢这个。一线天，小七，妈妈爱你哦，爸爸也爱你哦。我们看一下这位小哥是怎么赶海的。这个是在挖啥？学一下，看他怎么挖的。挖的是，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，好像是那种虫子。哇、哦，这里有，哎，这海蚯蚓吗？是那种，这很贵的，几百块一斤的来说是吧？是这样。又有一个，这个是用来钓鱼的，好像。你确定就今天这一套了？就确定了，不要选了。我特别喜欢。啊，因为高层，说实话，26楼的，我觉得。让我有种压抑的感觉，就是高楼为什么会压抑啊？你要回家坐26楼的电梯，下来又要坐26楼的电梯，就不爽。今天这个小享阳楼，然后5楼这个蛮好，视线又好，啊，里面装修什么的也比较合适，就这样定下来。等会儿回去搬家，等下我们回去了好不好？我们搬还要玩，他好喜欢玩沙子。是不是所有小朋友都是这样子？是的。这里面是什么？好多沙子。好多沙子啊、嗯、你装了好多沙子啊、嗯、好，装好了吗？没有。我们装好回去了好不好？还没好。还没好啊。小雀天黑了都舍不得回去啦。好多沙子。哇，你装的、嗯、好，那我们装回去好不好？我们去搬了，让你在这里玩几个月沙子吧。耶、yeah！